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达克。最近前一阵子刚好，前几天刚好发放了24回战争游戏终止跟剑姬的技能有问题的800颗。那有参加战争游戏会补400，跟你有花的话，那有剑姬这方是有抽剑姬卡池跟所有要付费的卡池都会补，就是正月卡池，但是。装没有，风还是热，忘记了。这个有，这个没有补偿，对。然后，那个比较特别的，就是说，第26回终极战争游戏跟19回荣光挑战这两个要一定要记得去解，因为他因为24回战争游戏的错误关系，然后帮大家补偿。石头数都暴增，像我记得以前，我是1000到5000位，好像不是1000，好像就700个，多300个，还有600个，忘记了。然后战争游戏更好，战争游戏我之前猛者一是700个，直接 double 乘二，非常好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，26回跟19回的战争游戏跟荣光挑战一定要参加，1月10号跟1月17号。千万不要错过，这是让你大大存实的好机会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然后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。但是请记得先看一下我其他的旧影片，我很多旧的影片都说得非常不错，自己说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先看一下，了解一下基本游戏怎么玩。好，那大家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